我们来到了由中国水电十五局承建的老挝巴莱湄公河大桥项目。这是一座全长567米的连续钢构桥。山东博远重工为湄公河大桥项目提供了四套挂栏，第一套挂栏于5月12日完成了预压，咱们的2号墩零号块已于5月13日完成了最后的封顶浇筑。目前1号墩挂栏已经完成了底膜标钩的调整，另外3套挂栏已按墩号进行区分存放。山东博远重工助力海外基建，加油！